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he Night 的刘雨欣。其实没有习不习惯这一说，我喜欢忙的感觉。我觉得刚下节目一定是我们最忙的时候，但我希望可以一直延续这样的状态。每天坚持喝热水，吃那种藕粉泡金银花跟胖大海的那种水喝，然后喝一点维 C 的泡腾片什么，就是比如说平常熬夜啊，吃一点比如说维 C 或者是B 群什么的，就会状态会充沛一点。我的饮食习惯偏麻和辣，吃多了皮肤会不好，所以会比较多吃一些清淡的。最喜欢的食物是土豆和奶茶、牛肉还有抹茶。买自己喜欢的服饰跟配饰是我最解压的方式，然后睡好觉。还有一个最近的看小的那种迷你宠物，就会心情会变好。我没有买，对，但是我朋友有，我也想要拍一期 vlog， 是拍宠物的，买了蛮多的。我觉得压力应该每个人都有，有压力才有动力嘛。保护心脏，说实话没有特别的保护，反而每一天醒来都会听到自己的心跳蛮快的。我还想问说有吃什么可以保护心脏，对，是不是坚果类，比如说开心果什么，就是有一袋的那种坚果的那种，是不是对心脏比较好。会对心脏有好处？有。那第三个问题，咖啡因会影响心脏的健康？会，对吗？错。啊，是吗？最后一个关于心脏的问题，倒立对心脏有好处？是让它回血吗？对。我就希望你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心脏，早睡早起，多吃坚果。大家好，我是 The Night 刘雨欣，关注时尚健康红礼服行动，我在九月刊封面等你。